今天是甜品大餐，这么多雪媚娘，然后这个是草莓奶酪盒子，还有一个南瓜奶酪南瓜盒，然后这个是芋泥奶冻。我先吃一个雪媚娘。哦，这个是桃胶味的，桃胶的雪媚娘我还是第一次吃呢，试一下。这个雪媚娘一收到一定要赶紧吃，现在还是软乎乎的，放久它是会变硬的。哇，这奶茶味巨浓。这个奶茶味超级推荐。
个南瓜的品质也太好了吧，好粉啊，好糯。榴莲的。